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又来了，为了感谢妈妈们这些年来的付出，小狼们这次要亲手制作漂亮的卡片，说出心中对妈妈大人的爱。今天我们来做那个劳作，旁边是个方形的，大家可以挑。都是我的，我的叫做包包康乃馨。你要拿一张绿色，绿色是下面花那个心。我不要啊，我的花蕊就是没花蕊，怎样？这么下巴。叫怎么搞？大家都有这么劳作吗？很久没有，没有。哎，我真的很久没上过这堂课。我得买一束玫瑰，我一定吃三个，刚好完成。玫瑰花，长大这个心态会比较自在。对着再对着，继续把你也对着。哎呀，高低啊，花店都这样。这边，你这边没折起来啊？是啊，阿斌，好像有那么一回事哦。不是有叫伊友一来做？伊友一的妈妈不是妈妈吗？好、哦，想要叫教练是不是？啊，叫过来吧。叫过来。你要走进去。然后另外一边也是。你要做、啊？没有，我先上厕所，然后再过来做。好好，没事啊。神经病，好奇而已啊。哎呦，这很厉害。对啊，悟性很高哎。是不是平常都在煎蛋饼的关系，所以比较强？我煎蛋饼会跳舞。你煎蛋饼会跳舞？这是简直什么？李婷是在写作文是不是？没有，都三行，越来越多字，我看他写得很真情，不错哎，很满，我也觉得，你不觉得很满吗？很狗饲料了，是狗饲料，来钱我记得。祝全天下的母亲，祝天下的母亲，母亲节快乐，母亲节快乐，拜拜。妈还有破音，哈哈哈哈哈。最爱的母亲，然后一路陪我长大，然后从小我跟妈妈也经历很多，然后从小毛孩一路被带到18，现在也。离开家里出来工作，然后想跟妈妈说辛苦了，母亲节快乐，爱你的儿子一婷。